哎，我看一下这题哦，这边有个椭圆，麻烦你去把它焦点找到是哪个位置。来，你观察一下、哦、这个椭圆行不行？哎，这边是长轴，是短轴，长轴一二三四五，长轴长是几个？五格，这样行不行？短轴长几个？三格，这样行不行？对吧？要求焦点嘛，行不行？因为告诉我在椭圆当中有什么特征？其中 b 平方加 c 平方会等于几 ？a 平方，所以数老师可以知道 c 就会等于几？四，对吧？哈，所以说以它为中心，焦点一定在长轴上，对不对？往右移几格？四格，所以说老师就可以知道我们今天焦点就是谁？数出来了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麻烦你把它看一下 ，OK。